历史和语文是我的强项。语文也是。那哪写作文去了？是吗？我这都是日后对我说相声有帮助的学科。哦，有写作的天赋。那当然啊。从那边就打地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，老师出的作文题也过于单调。怎么呢？没什么大题。您说说都有什么题？记寒暑假一件好事儿。你说这帮孩子能干出什么好事儿？这老头儿打毛坑，把全家玻璃碎了，基本都干这个。那不是好事。挤兑的这帮孩子，半个班，半个班啊，扶老太太过马路，都写这个。我都纳闷儿啊，我上学是我奶奶送我去，你们都可以扶老太太过马路，好，别再扶的就是我奶奶吧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？哎，我得是我奶奶谢谢你。后来老师说这不行，你们写的这个作文啊都没有生活，一看就你们胡编出来的，你们得体验生活你才能写出好的文章来。后来我们班他们都上来了，一个班的学生分为两支部队，马路那边站半个班，马路这边站半个班，等老太太，老太太来了之后把老太太扶去，那边学生把老太太扶回来，那边把老太太扶回去，那边把老太太扶回来，啊，给老太太累的。老先生说：“老太太说，我买块豆腐去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您走两圈。”孩子太缺德了。哎，对。要不然就是什么新学期新打算。哦。你说这帮孩子能有什么好想的新打算？啊，除了这老头能有什么打算？就替人家老头。对呀、啊。要不然就半命题作文。半命题是？我的什么？后边自己人。我知道我的什么什么。您想想。我想写我的课余生活。挺好。那也不健康啊。那不健康。那就作文。啊。那叫口供。口供。我得把那个炸毛房和捡毛房的事都给记录下来了。那得找我们家去吧。是是是是，我过。是不是？还是别写了。我也有素质。啊。许你留一天向老师谄媚，我就不能。啊，您也谄媚。我也照样可以啊。啊，您怎么谄媚？我的老师。哦、夸也夸老师呢。不一会儿。你可以，老师，我可以听事儿。您还会耍洋剑呢？你耍牛剑？牛剑。啊，您都怎么写的？听听。我的老师啊，怎么画？我的老师不容易。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，浇灌着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。这帮孙子能是花朵吗？太可气了！心理活动还不少。老师不容易呀、啊，不正经。老师头发都白了，愁的呀，满脑袋的白毛啊，毛，白毛浮绿水，红茶薄青果。郭胡老师不是鸭子。老师不光头发白啊，老师的眉毛也白了。要白了不一块白吗？老师是白眉大吉啊。老师的胡子也白了。白胡子老师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，白胡子老师手拄着蹦白白拐棒白白拐白拐棒棍儿，白胡子老师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，哈哈哈，我可没还气。老师不容易啊，老师不容易，当我的老师怎么这么不容易、啊？老师送走了。一届，我想写一届又一届
结果我给写错了。写成什么？我写成了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错别字，老师全班朗读。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，刚送走了上一庙，又迎来了下一庙，送走了他们那一庙，又迎来了我们这一庙。老师说，等再送走你们这一庙，我就是方丈了。学校改禅院，这位施主，可否行个方便？明天让你爸爸来一趟。请家长。阿弥陀佛，这样不好啊，必须来，不来弄死。微臣遵旨。等我。滚滚滚，微臣告退了。行了行了，这一帮混蛋。第二天，请家长。所以我语文和历史还是相对于学的比较不错的，学成这样，那确实不错，我学的挺好的。哦，紧接着逐渐长大，哦，成长了，那当然了，成长了。紧接着我们俩人从中学就到了高中，到了高中之后，我们80后终于接触到了高科技产品，什么呀？次代的手机。有了移动电话，哎，移动电话，诺基亚，现在诺基亚都没了，好像又重新生产了。对，那时候玩诺基亚贪吃蛇，我冠军，玩那个，哎，诺基亚就有手机了。到了高中之后，我觉得我自己成长了。那您怎么学出来的？因为我开始青春期。而且我非常的顺利，我从青春期直接就过渡到了更年期。那你也太会身体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的神经病。我就整个人都疯了，神经期。我就进入到了青春期。到青春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喜欢班上的小女孩了。你从小时候就这样。我们都喜欢那种班上学习成绩好的清纯的女生。清纯的女生，哎，清纯不是清纯，性感。我喜欢班上的副班长。你喜欢那副班长啊？情窦初开啊。但是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什么表达，什么什么示爱、表白没有，那小孩儿那都是不敢跟人多说话，是一块上学一块放学在一块待着，挺高兴。有时候没上高中要手表去，那警察都来了，知道吗？4岁要手表没事儿，没见过40得见着要手表的。
我身边好像只有你一个抠的。反正我们俩对着了。对，说北京话，这种人叫是鸡贼，太鸡贼了。指定是不花钱，不能吃亏。我出去啊，我跟这些演员、我朋友出去吃饭，身体有点 low。花钱花的，咱抢着买单。哦，知道吗？我买的。那肯定是好人。It's on me。多对不起大伙儿。我来，我来。哦，知道吗？我买的，他不一样。我呢？我去，上高中的时候，献、嗯、血，无偿的不去。都无偿献血。你先接电话，接这儿。无偿献血他不去，我没有去献血他不去，我不去，我去，我吃多少鸡蛋了，我能这样？我是吃鸡蛋。抽我血呢，兄弟，哦、我他妈受不住啊！抽我的血，不让抽。后来他发现不是无偿的。给小纪念品，又该行了。这血能换纪念品啊？抽去呀、啊！人那儿有护士跟人换，拿过来啊，这是。床人身上的。我问问你，我打听打听。献血给纪念品啊？给。我要献200cc 能给什么？给一套指甲刀。那有什么用？那有什么用？指甲刀？我这指甲啊，从来没长出来过。我都不用指甲刀，我都用牙刻，知道吗？连脚我都刻。我们一个宿舍我都给刻了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有什么事儿？指甲刀有什么用？在我对我来说没有用，知道吗？不值钱，我不要。400cc 给什么？400cc 给一个蒸汽电熨斗。哦，哟，电器了。我问问，嗯，现在越多给的东西就越值钱是吗？应该是这意思吧。一个理论。那我问问，嗯，20000cc 给，20000cc 给棺材是吗？来，你给我接着吧啊，接着接着，鸡贼。不再说啊，说这个献血不去，军训也不见得参加，反正就是贪小便宜。军训不去，知道吗？不但不去，还得从家里边骗钱。这怎么个骗法？跟家长说，比如说交多少钱可以去参加军训，他们家有钱，这个我们俩这个家庭环境不一样，我们家就普通家庭。工薪阶层，他们家他父亲，刘云天的父亲曹老爷，那是做生意。哎呀，聊着聊着不是人话，说什么呢？你爸爸曹老爷，你爸爸曹老爷子，我爸爸是曹老爷。我没证啊，没证啊，那也不是证的事，你这人说话太可气。行，你爸爸曹老爷，照片都给你挑的，这没有这么挑的，姓刘，刘老爷。哎。刘老爷子做生意，然后回家骗他爸的钱，但是他的谎话一般都骗不了，他妈做生意粗着呢，回家跟他爸说还多要钱，那个说，老师说那个参加军训，我让每家呢交40万，然后交首付去，不就是这种谎言能骗得了谁？他当时想着放屁，军训要的40万。最多给你30万，来。七十万，那么傻的。哎，参加军训要完钱，想办法不去。我躲这事儿。这个军训不是说谁想去都能去，去还有要求。有病去不了。比如说你有心脏病，每分钟心跳0下。心脏病，高血压，高血压高不行，身高1米8，血压1米9，去不了，那不都自主？
腰子。太能联系了。唐孙彪。糖尿病。唐孙彪。不愿意说孙。孙和尿有区别吗？过去不就完了吗？一到这时候，你们老大滋味儿。喜欢甜口了。人家那名词就叫糖尿病。叫糖尿病。医学名词这是。不让去。人有一个战士跟那儿做体检，检查身体。哎呦呵，班上三个调皮捣蛋，其中有一个有他，仨人准备不去。那怎么不去啊？有一小子真狠啊！哎，把这袖子卷起来。我说我挽袖子干嘛？到墙角。头一次演出，又问不了解这规矩，
我就得普及一下。好，您是说什么？其实好多朋友进剧场看演出，他没有这习惯。就我这人，什么文艺演出都爱看。哦。家里边没事看电视剧。嗯。到现在吧，我就是《延禧攻略》我还没看，我必须得等它这更新完了再看。我又更新完了。是是是，你就是你天天老抻着我，受不了。哦。他是愿意那么看，每天跟着。对。每天是半集啊，那个。没有半集，多半集。啊。每天看太多，甭管几集，他都在那守着看。看他都不说人话，他媳妇在家喊他：“刘云天，奴才在。”我家没小游戏，小玩小玩。我到现在没看，因为我有时啊，有些电视剧我必须得听大家说反响特别好，我才看。一般的我都不爱。这是跟风。你那有的电视剧没劲，那古装片前一阵那个广电总局限制古装片实在是没劲。一个男主一女主俩人啊搞对象，60多集45集时还没搞上，有那功夫我自己搞一个行不行？我就怕我媳妇管我，你知道吗？那应该管。搞不上对象，好不容易搞上对象，而且总有一个坏人犯一号在这里边捣乱。哦啊，加插的古装戏，风雨交加夜晚，哎，准有一破庙，不，这破庙是必须要有的场景啊，女主。中一种奇毒，七天的合欢散，这不也太奇了？在一个风雨交加夜晚，在一个破庙里，衣衫褴褛，蜷缩在破庙的角落里。